哇，这个印尼的小吃啊，鱼饼啊，拿这个香蕉叶烤。然后再放这种辣椒酱搭配着吃，这烤好了。冰淇淋啊，里面是冰淇淋。做这种小糕点，哇，这个是这个也是华人小吃吧，应该算叫鸡种粉啊，用这种啊，用这种河粉啊，跟这个炸的东西啊，这个有芋头还有萝卜，这很有特色。这个这边是这个椰蓉糕，放在这个竹筒里边蒸，把这个椰粉。像这种。小吃特别多，这个是 solo 的美食啊， solo 的，你看，跟那个摊煎饼差不多。很有意思，你看，刷一点油，刷一点油。给你把戏啊！把戏。椰浆，这个浆跟那个粉混合的一种。没事，没事。再盖上这个盖儿，稍微给它焖一下。这个也是鱼饼啊，炸的这种鱼饼。绿颜色的啊。这边是烧麦啊，烧麦。哇，慢的烧麦，有豆腐，有鸡蛋，有这种金枪鱼，哎，应该不是金枪鱼，应该是那个马鲛鱼做的这种鱼饼。哎，这边有人点了，配这种酱油啊，这个应该是香油。中华呢？明年未见的，明年未见。辣椒酱。啊 ，sauce manis punya. Cabai pedas. 啊，这个辣椒酱。再加上点这个。啊 ，bawang goreng. 炸的洋葱碎。很棒。厉害吧？
特别厉害，特别的吗？di dalam lima ribunya ada 5000 lagi. Hmm, ini juga siap tuh. Yerong. Yerong.棉花糖，炸的这种饺，还有这个甜水，哇，这个就是云吞面啊，牛肉啊，牛肉丸啊。还有蒸的小包子，哇，这边榴莲的，榴莲的这种甜水冰，跟这个冰混在一块儿，还有这种果汁，很多种啊。